陈荣利，陈家沟陈氏十九世，陈氏太极拳小架第十一代传人，太极拳名家陈伯祥先生侄女，陈家沟太极拳一级教练、一级裁判，自幼跟随叔父陈伯祥学习太极拳，在叔父的言传身教下，加上自己勤学苦练，终得真传。其拳架刚柔并济，开合有度，轻灵圆活，充分体现了陈氏太极拳小架的圆架特点。Thank you.